I'll be back.汤姆与杰瑞是不是你童年的快乐呢？那么骑的复古机车的汤姆与杰瑞你指定没见过。那么这期视频我来带你回顾一下快乐的童年。 Hello 大家好，我是肖问，今天我们来玩一下包揽了我童年快乐的玩具。那么这款就是出自52TOYS的猫和老鼠复古机车潮玩公仔。猫和老鼠最早供应于1940年，这部风靡全球的经典卡通动画获得了多项奥斯卡大奖。这部全片几乎没有一句台词，就靠夸张的肢体语言和追逐打闹的情景，深受大朋友小朋友的喜爱。它也陪我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而这次52TOYS也以独特的设计将平面的卡通人物以实体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眼前了。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叼着烟斗的汤姆与翠迪，或是车头像超人一样飞翔的杰瑞，到机车背包内抱着香肠的泰菲，都有完美的刻画。甚至就连复古小机车的车灯也内置了发光灯组，涂装分色不但清晰漂亮，同时颜色的金属细节也模拟了电镀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外包装也可以作为收纳展示盒。那么这款52TOYS的猫和老鼠复古机车潮玩公仔你觉得如何呢？喜欢记得给我点个赞，我们下期见，拜拜。